上根的人明白吃肉的罪过，能够马上戒杀吃素最好。中下根的人虽不能马上禁绝肉食的习气，也要减少吃肉的次数与分量，赶快督促自己一步步走上完全吃素的正途啊。所以上根的人类似受菩萨戒的人，所以各位最好一定要去受菩萨戒。受了菩萨戒，你来世一听闻佛法，你马上就升起了这个立场的心，可能你马上就要吃素了啊。所以你也不愿意众生痛苦啊。但是如果各位做不到，那至少要减少吃肉。有些就是没办法啊，家里根本不准他这么做嘛，那个肉边素啊。啊，自己吃的时候全部吃素啊！现在如果你不得不吃肉，那你要这个想法啊，一点我都一点都不喜欢吃啊，也不愿意不慈悲，但是没办法。那佛教就要叫我们保持这样的心态，一个出离心、大悲心，而不是一个执着啊。那可以。